吴俊花呢，想要跟这个逢甲大学的暴龙天说呢，啊，今天是你的19岁生日吧？啊，祝你生日快乐哦，也恭喜你转系成功啊。那这个他想跟你说呢，啊，吃拉面呢，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减重啊。下次呢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别忘了要记得揪他们哦。这是他代表，你的朋友们跟你说的哦。这个吴俊花，幼稚浪漫啊。心爽。